任器乐团告五人曲风清新，深受各年龄层喜爱，不仅是第一个在游乐园举行新类园演唱会的乐团，又在极短时间内再跳级创新打造宜兰前所未有年度最大规模户外售票演唱会，宇宙超有趣，诚意满满，演唱会家庭如潮。而告五人高人气席卷全世界，演出行程已满档到2026年，他们即将再次占据各城市歌迷的人生 BGM。 第一次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宇宙的有趣演出横跨四大洲，唱进大洋洲、亚洲、欧洲及美洲。拒绝入睡，就怕闭着眼又想到某个画面。 She will be fine, Just something changed in the summertime。 她想去解读，又害怕眼睛变得模糊。 She will be fineJust something changed in the summertime， 不想要认输，就把自己献给忙碌。出水色的时候，就看到山跟海。今天天气没有下雨，这个很值得开心，真的。这个是个赌局，你知道吗？实在太厉害，连我爸妈都说我超勇敢的。在宜兰开演唱会，除了怕有没有人来，还有就是会不会下雨。拥有你就不需要魔法给的勇气。